们今天要教音素与倍数，你的音素有一、五，我的倍数有五、十、十五，还有很多，所以五的倍数是无限多。哎，你在干嘛？老师上课都出事了，你还这么混？你叫老师情何以堪？老师每天出考题、改作业、找资料，都是为了你们，你现在却不认真听。老师，我每天也是这么郑重是吗？你看我里面有那么多课本，写不完的课本，晚上还要熬夜查资料，每天怎么有精神上课呢？唉，要是可以减轻我书包的重量，要是可以让我随时查资料，要是可以，要是上课可以再有心点，那该多好！20年后的教室会怎么样？
我从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全是你。好呀。阿呆，你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注意不到未来。阿呆虽然说有梦最美，但是你要努力才能如梦踏实啊！如果没有现在的努力，哪有未来美丽的生活呢？哦，不用担心，阿呆呀，我像那个 hold 住姐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可以 hold 住。所以请叫我 hold 住哥，有一秒钟变身，不想再干。